那各位在座有我课堂上的同学的话，我想你们都还记得说，我不断的告诉你们说，不要在研究这个文学文本的时候，一天到晚就要找说他写的真不真，哪里是真的，哪里是假的，这个不是我们做文学研究的人要做的事情哦。那我稍微整理一下刚刚两个阶段哦，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个议题的抛掷哈。那我想刚刚李晓老师刚谈了非常多，大家都有记下来。那几个比如说第一个，他谈到一个很重要一项，也许待会儿李老师还可以再透过他其他的文本或者经验来跟各位大家分享。他特别谈到说，可以虚构，不能说谎，所以虚构不是说谎。这个是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会牵涉到一个作家怎么面对他自己的一个所谓历史意识，或者对面对历史书写文学书写这件事情。那第二个是事实也不等于真实那这个我想都是各位可以再深一步思考，再从两位第二阶段的一个讨论里面可以谈到的那第三个就是说作家在这里头的诠释的一个幅员跟一个能量这个部分，或者是权力的部分也很有意思。所以刚刚彭老师提到说，因为史料是李晓写作时的装神弄鬼，我觉得这是在经典的话语那但装神弄鬼是必要的，还要这样想那这两句搭在一起，也许就可以更进一步回去再读像白渊这样的作品那刚另外就是说李晓老师也提到，就是说关于那个语言使用的一个底中心的一个思考这也都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那另外彭老师特别谈到就是对，刚刚那个李老师也有提到，就是说他在我也曾经提到过，就是说大家还记得的话就是说其实这个虚构的一个形式，事实上是很多很多的一个事实所组构出来的由小说家去组构出来的那上册里面的一个就是说以时间不动、空间延长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去让其实共识性的时间感也延长刚刚李老师也提到这个，都待会我想李老师都可以再做分享那彭老师谈到就是说，其实这两个本来是要分开的那本来其实是，当然文学里面一定会有历史的元素那因为上次是林瑞明老师来这边跟各位分享嘛这个我们对文学有喜好的历史研究者常常都是没事找事做的。好，那刚好我的两位指导老师，硕博士指导老师都是对文学有喜好的历史研究者，所以他们指导出我也是这样子那不过在台湾特殊的历史脉络底下，这两个经常必须要被搅杂在一起那这当然待会儿两位也会再跟我们再做分享。好，那另外彭老师刚刚提到就是说很重要，就是说文学有历史的元素，但是他不为历史服务，而且还有独立的生命，甚至它是要超越历史，包括说缝合历史的缝隙这样的。我觉得特异功能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句话以及甚至说寻找超越事实之外的真实。所以两位其实都有提到事实跟真实的一个事实上不是相等同的东西那第一阶段我们就是说整理了两位的一些重要的一些论点、一些观点那各位可以再回想一下。那我们下一阶段就接下来再请那个李晓老师来做第二阶段的分享。我现在要讲什么？我不晓得你讲这个，你们讲的题目那时候都很吸引我了，我都被你们的话挂着，我真的觉得不大想讲了不过我到首先我们这里有一些辩论我记得很早以前我写历史素材小说的洪教授是赞成，后来的论点里面历史小说是历史小说了，没有什么历史小说、历史素材小说了这个本人要反驳一下台湾有一个比较老的一本书，我想各位图书馆里面有李烈文翻译的《西洋文学史》，查查来看。李烈文，那老前辈了李烈文，黎明的黎，李烈文翻译的这个《西洋文学史》，大概是50几页，我就忘了。我现在30年前读的，忘了那里没有讲，有这个所谓历史小说，历史小说是抬起历史的一段，找几个可以，事实存在、人能幸福的人事物，加以当时的风情风俗，这个风情一种习惯、衣着的不断，增加它的可能性，来让读者了解
气味中描写历史，历史的一些情形，这个叫历史小说。我对这个题目里面哦，我要从这里摆脱。当然了，这里面心里面在里面有高阳，是不是高阳是重要？我想高阳是给我一个压力的，对，就是说我写的不要这样啊，所以我就给他做一个分解，我叫历史素材小说。我的东西来自于历史，历史对我来讲是我的资料，我的素材，我是借他人的他人的左脚，这个脚我累快，也就是我利用历史那东西呢，要讲的呢是经营我存虚构的文学之真，目的是要想要表达我要表达的，不是把历史的曾经有什么东西，曾经这个，例如说关云长和他的这个二嫂有没有爱没关系，这个我不管去，那里面抓到一个我想利用这个我想要表达的，讲具体来讲。我们讲我的男主角在监狱里面关了17年，他当时一个25、26、27岁的一个非常很浪漫的啦，很热情的一个青年，经过那里面，在监狱里面碰到监狱里面的黑暗，尤其监狱里面有小的苏维埃啊，那里面在监狱里面呢、啊、也是左右斗争啊，所以说左派里面又互相斗，那过程里面从前没有这个经验，经历这个东西，我说我这本书是教养小说、启蒙小说嘛，经过里面后来它的变化，啊，那这些都是比较，比较是想当然的了。那我里面把那个，就是说那个，所以这里面隐藏的东西，小说如果没有虚构的话，真的很呆板。小说没有虚构呢，你动弹不得，你在。小说没有虚构，就不能够表达作者那个比较高的层面的一个思考的东西。因为你要被历史绑死了嘛，啊，所以我的那个女主角，叫叶真子是吧？是吧？我叶真子呢，她出来以后，读书里面怀了孩子，这个怀孩子是我给她放进去的啊，我放进去，我们才可以自由发展啊。我发展要讲什么？其实我的名暗中隐，所以历史对我讲出大历史了。我不是刚刚讲的大历史，整个台湾历史的。当代史的了解，台湾的当代史，台湾的自古没有这些国家，台湾从荷兰、葡萄牙一直到清朝，下到日本，不断的被外人殖民嘛，不能殖民当中很多杂种啊，所以台湾人不断是被殖民，不断被强暴，当然产生很多杂种，包括傻卡，傻卡什么意思不懂，基本老一点的老师哈、哦，傻卡，产生这个那个东西责备他呢没有意思，只有责备而已嘛，历史。社会的真相的既有的事实的呈现，对一个作家来讲，我说过，他是人物是来自于历史社会或历史的真实。第二个，还有作家的希望寄托在里面。所以这本小说我讲写到最后，我如果没有创造一个朴实，那个杂种我给他起名叫朴实。这个女主角受过日本高等教育啊，她这方面有那个朴呢，朴你查词典，我都查过辞海来的。普呢，就是海边的草地，啊，日本那个乌拉西马塔罗就是在海边里面来的。石呢，就是果实嘛，海边找到一个果实，它是被强暴出来嘛，海边找到果实，这个是也很意外的发现。这个普和石合起来，日本话的发音呢，叫做什么乌拉密。乌拉密，石就是密，乌拉密呢？好死不死啊！乌拉密就是仇恨啊！啊，这个怎么讲？有多少小说的创作怒气在这边嘛？你讲，没有想到出现这么棒，这个名字连是我，这个连是我让他创造出来的，起名叫做乌拉密，都是上帝帮我的嘛！真的，那个名字太，我自己觉得我没有这个能力啊，太棒了，那个名字你知道吗？它叫做海边的一个野种，野的果子，它的名字叫做仇恨啊。他的母亲孩子对我讲，母亲的孩子当然我的血肉我是爱啊，我这爱里面呢是被强暴出来是恨啊，所以母亲对儿子是爱恨交杂。台湾的历史都被殖民也是很多爱恨交杂，那我如果只是把这个讲出来还是不够，对我来讲还不够，我要怎么样让这个孩子呢他成长。我刚才还用提过的一个，这是我的思想，我变成我的思想了，每一个生命都一样的珍贵，
一样的尊贵，都是独立尊贵的。台湾的大地，这个我个人这几年受生态 ecology 的影响非常重了啊，我的生态观念强非常强了啊，就是说台湾的自然生态长大的，所以他在花莲那乡下种的那个地方，凤梨那个地方，火烙兰可以能够占很多了，所以那开口呢，火烙为 key， 我的舌都没写到，骂人的话全套都会了，讲的话，所以他的妈妈呢，他受过日本教育，日本教育又当了中国的这个中学老师，他拼命的学的非常的这个北京话啊，吱吱吱啊，讲的很好啊，啊穿旗袍了，这是很正常。他找到一个生存，你知道吗？那个谁看不惯呢？他对儿子看不惯，这个家伙你这个杂种，乡在这边讲话呢，口若为 keep 粗啊，满嘴啊，讲话吱吱吱吱吱全部不翁。然后他的对妈妈这样的他也不满，这个不满什么时候爆炸呢？儿子考上大学，考上建国中学以后，彼此的对话里面就讲了，说妈妈你是被强暴的，你有罪吗？啊，你这个南方人不是台湾人，南方人呢啊，这这这这这都不分，你一定要分吗？那舌头都受伤了，对啊，那你是一个受害的人，那我有什么罪吗？你做一个好的英文老师，师生都尊敬你，我你的好儿子非常努力读书，我现在考上建国中学了。这就是我的思想，我思想寄托在那边。台湾如果在那个算老账，他们仇恨里面打转，永远转不出来。而且我那个主角，这个来自于台湾的自然，把它赋予出这么一个新生代。这个新生代对自己的后面的影子血脉怎么样，我才不甩他，我要往前走，这是我要的。那这个东西呢，我来自于历史，那。不是历史小说，我话又跳走了，我还是要讲那个历史素材。我意思说，有历史的东西，刚才彭老师说一定要有历史，不一定要有历史啊，不一定要有，都大部分有历史方便啊，人的习惯嘛，有历史背景就有忌口茶嘛哈、哦。那么这里面只是做一个环境的谱系，我的目的是利用这个借爬人的浊酒。教我的心中的哪一块，我心里面要讲的是那个话嘛啊，我想是这样。我讲这一段，这个讲法后还有一段，对不对？还有一段话，这句还不要讲啊，还不讲。我还是利用这个，我要对历史要致敬一下。我一直的讲文学的好啊，文学的反省哦，不如历史东西，我要讲在后面再讲啊。现在要讲什么？要讲《泰姆山记》是吧？好 泰姆山记》《泰姆山记》据说这本书是很意外，后来呢，据说是一篇被人很受人注意的。那么这本书呢，对我来讲，大概很多各位朋友大概读过不少我的《寒夜三部曲》了，对呀、啊，《寒夜三部》我写完了以后，我自己觉得我要诠释的那东西还不够，这个不够有两层意思。我写完了寒山部都不在那边吗？不能改变了吗？哈、哦，当时我思考的，我觉得我要表达的不够。当时写完，坦白讲，我自己有点偷偷的自满了。我觉得可以了，可是时间拉走，有时候我觉得还不够，我有的东西还不够，没有表达的很清楚。表达是什么呢？我所表达的这个东西呢，就是讲，生命来自于大地。人的生命和大地是合一的，那么人间难免有很多冲突。如果大家都认同当下的土地，啊，当下的土地呢，人间的这个灾难呢可以减少，这是有这个想法。另外一方面，这个自然，我又提到自然，自然它是超越人间的，自然对人间的爱恨情仇不是，都是一粒之带，啊，大地它本身不会去。对人间的这个一些恩怨他不管，但是呢，如果每一个人都认同这个大地的话，人间的灾难可以减少。我有这个概念以后，我觉得我的行业不够啊，那个时候我就去要想办法给他补一个当时我去写短篇，写得很长了，好像写两三万字了，写很长。那当时要写这个东西呢，当时怎么一个状况我不是很清楚啊。我有一个概念，有一个真要写这些作品，我的活动里面有一个很意外的活动，当时是和又很巧又在座，当时是钟义仁先生，还有呢李昂，
因为当时我们晓得在二八以后的台湾有一些对国民政府不满的人，有些左派的人就走上地下去嘛，变地下武力嘛。地下武力最有名就是陆沽事件，这个书上有查的。好死不死啊，这个时候我们找那个谁给我找，是不是中间找不到了？找到当时负责人去这个计划指挥去剿灭这个陆沽事件的古正文是吧？古正文，对。这古正文呢，我们找到了这个人，这个人很有趣。他说我一天做了很多坏事情啊，我现在晚上睡觉门都打开来，谁要把我杀掉，我依然知道我应该的，不错哦。他就他那个情报头是一个少将嘛，那不什么状况呢？就带着钟先生他那个李昂，我三个就跑到那个陆谷去走来一趟，那里怎么样怎么样？里面还提到我特别提到什么？提到李厚乐了。他讲没有李厚乐呢，有一个老萧，是不是？你还记得吗？有个老萧，还有个什么？这两个很可能，反正呢，里面隐藏一些东西，这是牛蛋里面。第二个，我身上有个国防部的这个极机密的这个匪谍的这个犯行的那个极机密案子，其中有一个陆沽事件里面有一个记载，别的没有的，历载就在说，发生陆沽事件前一个月，李赫热、陈进汉，中国大陆的地下的人在海边里面有一个聚会。约定好下次，见面的时候呢，刚好是陆谷被剿灭的那个前后，我都忘了，现在我忘了那个时间。所以这两个在我心里面存着。第三个，我一直对说，李厚乐被毒蛇咬死后，我就不相信，不知道为什么。我脑筋里面有一个很奇怪的想法，因为根据那史料，第二次曾经在海和这个大陆来的人有见面，应该李厚乐呢跑去大陆了。逃去大陆呢，大概看到时代的变化，他很失望，寻死隐匿埋名，不知所踪，这是我心目中的、啊。反正我脑筋这里有东西，这个时候我是什么状况，隐什么不晓得。我想，这个来写篇有一点侦探系的，有一个追索的戏里面，去找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那么这个东西我怎么形成的，我已经忘记了。可能要回到可能我的小说。小说是不是留下有这个种子呢？我小说时是真实故事哦。我小说时候，我老爸当时农民组合的时候呢，要抓他的时候，从大湖逃到这个公馆躲起来，后来被抓。二八事件的话呢，也是从大湖逃到这边被抓。整个过程是这样，我的小说被人讲到小，我给他很，我是有点拍摄，今天要在这里诚实。要认罪哦！小时候他们都想，哦，这个结构太好了，这个怎么样？非常高的这个，好像肯定了、啊。对我来讲哦，拍谁？对我来讲是一个事实的承受啊！我老爸日据时代这样跑一趟被抓啊，那么他第二次呢也是这样子，就把它写出来。不同的时间构成差不多，人物一样。后来这个变成。这个有点好像抽象化的意外发展哦，后来呈现什么？台湾的不幸不断的循环，就变成一个这个习俗，因为大概有那个在我影子里面。我说这个不错，我这种小说里也叫结构的形式了哦，这种逃亡的结构呢，大概可以再玩一次啊。那后来想，这个玩这个无名的人这样跑不好，我脑筋里面，因为我记得陆沽事件以后呢。这个李昂这个家伙，他写了一篇什么报道还是什么，在中国时报得奖，我记得有这么一个事。我心里面哦，要求他这一次这么多的收获，我什么都没收获，我也要这个利用一下、啊。我大概反正要开玩笑，心情很重了、啊。我就写，就李厚乐，我对李厚乐的死亡我一直存疑嘛，那我就重组一下，让他的什么性格，他带小婷家，大家都有这个有事实的这个大家都了解，但是你若写这个人就是指名李厚乐就没有意思了，没有意思了，就是李厚乐变成一个 symbol， 一个符号，这个符号就是说，就是反抗者的一个综合体啊。其实火到下面突然发现什么林爽文什么那些人跑出来哦，不是我存心安排，没有这么伟大。写他自然就是说，在那深山里面那个枪声又很疯狂说。突然就是说，现在历史这个是我写九八年事件以后形成的。我经常会形成说，现在、过去，甚至未来混在一起，在我讲没有什么差别了、啊。
所以那些人不断出现啊。那么那逃亡的过程，那有个设计，那个设计理由就是说，哎，这个就是你别的尝试了。你如果突然间弄一个山，很具体的义山，没有意思，人家会跑去查哪里有义山，这会告我这个伪造文书。那又没有理由的，你怎么会弄一个呢？哎，那不是嫁祸给原住民，嫁祸原住民的传说啊，那山哦，传说有一个山，那个山如果大家去找，哎，我那个山呢是传说的啊，那个山怎么样？有的人看得到，有的人看不到，我这边里面就没办法对付我了。啊，什么人可以看得到？你诚心诚意的看得到，你没有诚心诚意看不到，你们去看不到，而不是我写的问题，你们有问题，全部都解决掉了。然后呢，就爬山，爬山里面有很重要的概念，我刚刚讲过，他逃亡的过程，因为追着人一起来，在进去以前，因为李霍罗来讲，他是一个知识分子嘛，因德利，他哪里懂得怎么样生存，而且他完全没有想到才死。自然大地怎么生存？第二个，从原住民汉民族里面缺乏的，汉民族比较缺乏的，汉民族里面缺乏什么？对于土地、对自然的尊敬，非常虔诚的。那从那个瓦用那个原住民里面给他学习啊，然后带他上山。上山里面又出现东西呢，一定要发生事情啊！我这个主角一定要死在那边的，不死这个戏都没唱啊！哦，那这里。哎，这个所以我可能会这里不谈了，我用这个题，其实我要谈我的创作里面对我的人生里面我的一个态度哈，各位一个参考哈。我个人来讲，几十年来我都阅读，我都填掉，在填掉广义的啊，今天和他见了面也是填掉啊，我的阅读、田野调查和思考是一个三角形，我始终在这三点里面打转。所以我会吸收很多东西，很多东西它的意义呢，我不断去思考啊。那里面我这个自然观来了，自然它是对人是公平的，不会因为你好人特别对你好哦。这个东西汉人的思考当中很难接受，好人汉人一定要好报嘛啊。但是自然本身不受人间的恩怨，这个我想有没有生态学概念都接受这个了哈、哦。所以他到深山里面，让他碰到困难，碰到毒蛇。碰到都是两个人都碰到，公平吧？两个人不要，哎，那养鹅呢不一样，那什么不一样呢？那个主角是先被咬到，那要追他的那个警察是后被咬到。一个人被咬到的时候，他突然心里一片疑难，哎，反正逃不掉了，跑不掉不用逃了嘛。哎，我们本地有一个讲嘛，百步蛇咬到都必死啊、哦。他咬到心里非常疑难啊，你一直追我，你不用追了，我就停在这边。又非常安然安详，为什么？我如果死在汉武，死在当时我的思想知道那个时候，我死在我的大地上很依赖。我现在又进一步了，我现在我和大地根本就一啊，根本就是一体的嘛。我写那个时候还没有，现在我是这样，我这个生命和就有机，这现在我进入有机体无机体是合一的了。坦白讲，我某某人这个生命体和台湾这个土地是合一的，所以台湾这个土地和日本、和亚洲、和中国大陆是连在一起的。这个观念，我另外一篇小说就回家的，哎，什么？回家的方式是吧？回家的方式。哎，我一篇回家的方式也是谈这个东西啊。这个后面都是我的一个生态观啊。那这个被咬到，后面被咬到呢，心里面非常懊悔啊。为什么？好死不死被咬到，我为了10万块钱的这个奖金，没有想到死在异国异乡。异国异乡呢？传统的说，那外地野鬼欺负我啊，会被欺负啊。那么主角上了，没人了，我们已经回到大理石来以后，已经不分你我了，啊，不分你我了。所以这个状况下，被后咬到的有先死，为什么？我想他很激动嘛，所以血液循环大概比较快一点啊，所以他先死。那后先被咬到呢，后死，要死的时候，他说我坚持。我要看到明天的早上太阳升起来，这是一个希望的寄托嘛。起来说，阳光之下发现，因为百步蛇是流血性和它毒性和神经性是两重的，所以它的这个胸窝里面一片鲜血，看起来非常美丽啊，非常美丽。然后呢，它就安息了。那后面一段话不是我写的，是小说创作，后来是很奇特的东西。你现在后面那段，你一定要像。写到这边有一些话要讲，那个句子不是这讲的。他说，因为这里面还有一个重要小说里面有一些道具，
我那道具是什么呢？因为他要逃跑，要化妆啊，化妆什么呢？当卖这个植物种子的，哎，这个也有历史渊源，因为那个年代里面卖菜，现在有卖菜种的了啊、哦，那个时候卖植物的造林术的种子一个行业，他带的呢是这个种子，什么种子呢？这个设计啊，我设计什么？相思树的种子，相思，你会去写，会去什么？联想相思是什么？爱情啊，就是爱啊。相思的种子就是爱的种子嘛。啊，那我到那边要断气前，我做了一个，那每一个都是象征性的。我写在那边不是讲的，这后面一道曲，水到渠成。所以说这个整个是后说的，自然形成。因为那个种子呢，用包布装的，它拿下来，一个手不会动了啊，一个手不会动了，用一个手把它拿开。他打上结嘛，用牙齿把它帮忙解开来。这个解开不止的什么，人人身上都有爱，可是人间的种种行为呢，让你的爱呢被包在里面打了结了，掀不开了。当生命要消失的时候，要用什么力量呢？用刀子就不好了，用牙齿是最自然，就是那球自然的咬开来，抓了一笔水，对，撒在地下，然后呢，最重要，撒在那个敌人的身上。也傻大家，那后面一段话就不是我写了。我说，明年春天来临的时候，这里一些种子，有些种子会发芽。我写这句话有感觉哦，我不写这些种子发芽。明年春天来的时候，人间和平冲突消失的时候，你做人间的和平的这个爱的种子，有都会发芽。我的意思是说，人间有的你非常努力，比如你的努力哦，你的爱种子。不一定要发芽啊，所以这个我这个心里面有数，所以人间啊，你做一边的好事情都没有好报，你也不要这样讲，事实是这样说，但是呢，有都会发芽，所以，然后呢，也撒在那个敌人的身上，用爱的力量撒在那个敌人的身上，表示回归大地，以爱和解了嘛，不分我理啊，明天这边一片是相思树的种子啦，我那个时候将会以树木的形这个形状丛林人间，哎，那后面写的我自己觉得写到那边，在我来讲已经什么历史啊，什么文学啊，好像都不是了，是进入了很微妙的。那这个是可遇不可求了，作品有时候你会做注意，当然有这个兴趣，能够到这个不一定。我写了200篇作品，有几篇。没有多少篇，这也是事实啊。这样报告，还要讲什么？休息一下，休息一下。